黄他妈肚子饿了，等一下给你吃你最爱吃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很虾的东西，好吗？小他妈最爱吃的虾，留一些给他吃。可以，你不是不喜欢吃虾啊？代替你自己，一样吗？哦，用抢的，你看看肚子饿了，爱吃虾。没了，干干净净，好乖哦。没有了。